播间，好吧。那前面就说到，我们今天会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嘉宾来到我们 Bobby Brown 的直播间。他演过非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比如说像毫无非常就是横冲直撞、无所畏惧的小魔女、厨娘顾胜男啦，还会有各种语言能够随意切换的洛菲菲，然后以及聪明、善良、机灵的陈芊芊。那么我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粉丝已经开始打出他的名字，打出他的名字了。其实我刚刚还想卖一个关子，对，然后大家已经把我们的答案公布了。那么没错，就是我们非常元气可爱的实力演员赵露思啊。然后呢，在露思出来就出场之前的话呢，来我们跟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可以说一下。那我听说最近露思是学了一些非常多的定妆的本领，然后从她近期的微博当中是可以看到，她当中会有很多的照片，张张都是大片的这种感觉。那今天我们就邀请露思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定妆小技巧，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露思，欢迎。好，来这边。自己为自己鼓掌Hello, 你好，一起鼓掌，欢迎露思，欢迎露思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Hello, 大家好，我是露思。然后露思今天是来到我们 Bobby Brown 的直播间，会不会感到会有一些紧张呢？啊，今天不是很紧张，因为我今天是作为美妆博主过来的，所以呢，我今天就会带着一些自己的一些小技巧，然后给大家分享。主要呢，还是要把我觉得好用的东西给大家推荐一下。没错。那么说到我们露思的话，既然今天作为美妆博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露思给大家推荐的是哪一款单品？哦，首先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呢，我平时会容易就是赶通告，会熬夜，对，还有些时候会吃的比较不健康，就会皮肤在第二天会有一些卡粉，有一些不服帖，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完全解决了我的所有妆前的准备，就是一个橘子。我已经猜到你说的是哪一款了。对，这个橘子妆前真的非常非常好用。对，这款橘子面霜的话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是。那么露思其实平时应该在自己和应该和很多身边的朋友，然后包括粉丝朋友们应该都有分享过。对对对。这款橘子面霜。那这款橘子面霜的话，它是能够在妆前去做到非常重要的一个打底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对，因为像露思刚刚说过，就平时我们可能由于休息啊各方面的原因，造成肌肤比如说我们来上妆可能会出现这种卡粉或者是斑驳这样的情况。那这款橘子面霜它在来去使用的时候，妆前打底它是能够滋润肌肤，因为它里面会包含多重的维他命的成分，以及还会有牛油果脂，然后润泽肌肤。然后上妆之后的话呢，你后续来去涂任何的粉底液，其实它都是能够让底妆达到非常服帖。对，我已经在剧组里推荐过好多。对，然后这款橘子面霜的话，刚刚我们来去已经说到它的昵称，对不对？对。可以。好，谢谢。然后其实闻到这款面霜的话，它为什么叫橘子面霜呢？就它是橘子味，闻起来的话就柑橘的味道，很好闻。就我们来去用在皮肤上的时候，它是能够让我们能够整个肌肤达到舒缓镇定的这样的效果。那么我们要不要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来去使用一下这款面霜？可以使用一下。其实它的质地不是那种很油的质地，然后呢是能够迅速让皮肤吸收，而且又不会油，而且还会让它特别特别的滋润。对，一个非常非常保湿，然后又很控油的一个神奇面霜。对的。对，而且完全不会长闭口。是。对，这个我确实已经用了大概有半年了。对。但是完全不会长闭口，也不会就是什么冒痘啊。对，因为它特别好吸收。就来，露思可以稍微往我这边一点点。好，谢谢。然后因为我们的这款面霜就是我们在碰撞。对。好，然后这款面霜的话呢，因为我们前面刚刚也说过，它吸收力是特别棒。对。就我们用在皮肤上过后的话，就你后续再来用底妆，它是能够来去让底妆达到加强，因为它和我们平时来去使用到的一些护肤的这些面霜的话可能有所不同。就平时我们来去使用一些护肤的一些面霜，可能会就有的时候上妆会容易出现这种打滑，或者是容易出现这种容易出油啊，是，然后容易脱妆这样的情况。那这款橘子面霜它就是专门去作为这样一款妆前打底的产品。是的，是的。对。那这款橘子面霜现在我们的活动也是非常不错。哎，一说到活动露思笑了，对不对？对。然后这款，因为我们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应该也都会比较关心活动，今天就是为了这而来。对不对？对。而且今天我们来购买这款橘子面霜的话呢，活动来给大家来说了，敲黑板了啊。
然后购买一瓶50毫升的这个橘子面霜，会直接会送一支7毫升的我们同款的橘子面霜，同时呢还居然那个小小的，我经常出差我就会带这个，小小对，在这边，对，出差携带非常方便。嗯，对对，我平时出差就会带着，而且一个7毫升其实可以用，可以用，我觉得可以用一个星期多，每天用的话啊，每天用是没错。然后除了这一款以外的话呢，另外还会有我们的明星产品回购礼，然后会额外拥有一片洁肤油的体验装，还会再拥有一个我们的清透池装，这也非常的棒，待会儿跟大家推荐。是，然后露丝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话呢，来购买这款单品。然后呢，我们下单的时候除了备注啊，我们备注直播间，然后购买一件产品，额外还可以再送一个新年转运包。哇哦，非常漂亮可爱的小包包，这个好可爱啊。对，我觉得特别适合露丝，就是拿在手里很可爱很小巧。是的是的。对，然后露丝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话呢，今天我们除了备注直播间以外，额外还可以备注赵露丝，然后呢额外还会拥有一款我们的雷射子母包啊。对，购买一款橘子面霜，看我的手已经拿不过来了，这些礼赠我帮你。对，谢谢露丝儿，送的特别多。对，购买一款橘子面霜的话呢，我们就是会直接会送到这么多的一个单品。然后我们下单的时候呢，如果说来购买，在35号链接啊，35号链接可以购买我们的50毫升的橘子面霜。下单记得备注直播间叫露丝，好不好？那么我们的这款橘子面霜给大家有分享过，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是不是已经种草了呢？如果喜欢的话可以马上来去拍了。好不好？那除了橘子面霜以外，其实另外平时像我们来去化妆的一个时候，还会有一个步骤很关键，就是卸妆。对，是的，我觉得卸妆一定要卸干净，而且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卸妆产品。对，所以今天呢，我就要给大家推荐Bobbi Brown的水感洁肤油。是，对，就这个我们的水感洁肤油，来，我拿到这边啊，可以看一下这款水感洁肤油，露丝平时应该也是会在经常使用，对不对？对，我已经推荐过好多个软件都已经给大家推荐过了。是，对，这个因为它非常非常特别，在市面上的洁肤油上第一个这种水感的感觉，而且它是一点都不黏腻，完全没有负担的那种感觉。是的，然后这款洁肤油稍后等一下可以跟我们的粉丝朋友们介绍一下。那么我看到直播间会有很多露丝的粉丝，然后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再刷屏啊。那么稍后我们也会抽出一些时间来回答我们粉丝朋友们的问题。那大家如果说还没有关注店铺，记得屏幕左上角的位置一定来去点击一下关注我们的店铺，关注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我们店铺非常多的活动大家也都可以来参与，是，好不好？对，那刚刚来去讲到我们的这款洁肤油，露丝平时也说过有给我们身边很多的朋友都有分享。对呀，这个因为非常非常的方便，就之前我在遇到这个洁肤油之前，我卸妆会非常麻烦，比如先卸眼睛，然后再卸嘴唇，然后再卸全脸，然后你再用洗面奶，对，然后再用洗面奶，非常非常麻烦。对，但这款洁肤油的话，它就是一步就可以搞定。对，是的，它是能够卸除我们整脸的妆容，包括像眼部的妆容和唇部的妆容，其实都是能够很好的卸除。对，而且这款洁肤油它还会有一个昵称，水感洁肤油。对，对，它虽然是油的质地，但是整个质感是非常轻盈的，轻盈如水这样的质感。是。那包括其实这款洁肤油，我就直接我看到很多粉丝会说露丝燥起来啊，对，然后我们活泼一点，我也活泼一点，对，我也活泼一些。这款洁肤油的话呢，在活泼的时候我来去展示一下，就平时。我就直接简单粗暴的去将它摇一下，好不好？对，像普通家里如果说你会有卸妆油的话，你可以来去这样去摇一下试试看。一般来说可能它会有一点点，就不会说像这款洁肤油一样像轻盈如水，露丝可以看一下，像水一样上方会有泡沫的这样的感觉。 对，所以整个质感非常轻盈，用在面部的时候的话呢，它也是能够让我们的肤就是整个卸妆的过程达到非常轻盈的这样的步骤。对，然后我们来去使用的话呢，这款洁肤油它是一秒入水即可乳化。对，所以稍后的话呢，晚一些我也会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来去使用一下这款洁肤油的卸妆力，好不好？好的。那么我们看一下露丝比较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我比较关心的问题，对，应该是福利吧。对，那只能是这样了。对，只能今天就是来拿福利走的。是，今天就拿福利走的，是不是？所以等一下的话呢，露丝旁边的小助理也都可以来去马上下单了，对不对啊？那这款洁肤油我们现在来购买的福利啊，购买我们的这款洁肤油，然后会拥有我们2支15毫升的洁肤油来去送。然后200毫升的这个价格的话是390元，然后购买一个瓶200毫升会送2支啊。
这个是5毫升，来，谢谢露丝啊。然后另外的话呢，还会有一份我们的新年红包啊，然后以及还会有我们的回购体验礼，然后可以额外加赠，然后会拥有我们的一片清透持妆粉底液的一个体验装。同时的话呢，下单的时候也是一样，可以备注直播间购买一件产品，额外可以再送一个我们的新年的转运包，没错。然后以及备注赵露思购买我们的一件单品，同时呢也可以再拥有，哇，拿不下了。可以额外再拥有一个我们的雷射包啊，雷射子母包。它这个雷射包里面其实还会有一个小包包啊，这个可以当化妆包，一个化妆包，然后另外一个包包，包对，一个出行可以来去随身携带，也会比较方便。所以就是来购买的话，千万不要忘记来去备注啊。然后这款洁肤油的链接是在我们的这边34号啊，在34号链接可以来购买。那如果说有用过我们的这款洁肤油的小伙伴，可以来看一下，我们除了200毫升，还会有一个大容量特供装，很划算。对，这是我们面前的大瓶。对，因为平时我们来去购买一瓶200毫升的售价是390元嘛。然后如果说买两瓶200毫升要780，我很会算账。两瓶的话就要780元，这样是划算很多。但是这瓶大瓶的400毫升只要580元。等于比买两瓶能够立省200元的金额。非常划算，是，但是大瓶装的话呢，因为它是我们大容量特供装，所以它是可以参与我们的满额礼赠。如果下单能够购买到620元的金额，然后拿到620元的金额的话呢，我们可以来去额外拥有我们的满额礼赠啊，好，好不好？然后同样也是，无论是买200毫升还是买400毫升，下单的时候呢，都可以备注一下直播间赵露思，好不好？好的。然后我们的洁肤油给大家推荐完，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有没有喜欢？对，露丝在大脑风暴，是不是？露丝刚刚在我这边来去介绍的时候，一直在算，怎么算来买起来会便宜，是吧？然后直播间的小伙伴还没有关注店铺，屏幕左上角的位置来都点击一下关注哦，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成为我们的粉丝。同时我们在观看直播时，也可以在屏幕右下角的小爱心的位置点赞点一下，为我们的直播打 call， 好不好？我看露丝特别喜欢我们的这个15毫升，是不是已经拿起来玩起来了？这种小的我其实更加吸引我。对，因为小装出差什么的特别方便。是因为露丝平时可能都拍摄啊，然后呢可能会平时一直工作，会长期在外，然后呢这个洁肤油15毫升携带真的特别方便。对，而且一个15毫升其实可以用的时间也是能用到蛮长的一段时间了。对，因为这个一点都不费卸妆油。是的啊，非常方便携带。是，然后我们来去点一下关注啊，没有关注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我们都来点击一下关注。然后没有绑定会员，记得进入我们的店铺绑定一下会员。然后绑定会员之后的话呢，我们店铺的一些福利大家也都可以参与。我把手机拿近一点，我看到露丝可能比较关心我们粉丝朋友们的问题。好不好？然后我们刚刚已经给大家分享了我们非常棒的两款单品，露丝是要来回答一下我们直播间粉丝朋友们的问题吗？他们没有问题。对，都在爱你。对，都在表白啊。对，然后大家如果说有问题的话，稍后我们会留一点点时间，然后给到大家一个问答的我看到了，他们问我赵姐头发帘呢梳上去了呀，很明显头发帘儿。对，因为今天是端庄的小赵，今天很端庄，今天是就是这种美妆博主型的来推荐的，所以就不能有头发帘儿。如果有了头发帘儿，你们就看不到我今天的底妆多么的服帖。所以今天的话，整个面部的妆容都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来去展示了，对，对不对？是。然后大家都吃饭了吗？应该吃过了吗？还没有。然后我们下播之后啊，下播之后的话呢，大家就是可以来，露丝可以去吃饭了。好的。好，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来再跟我们的。刚刚看了一下我们粉丝朋友们的问题，那接下来的话我要问一下我们露丝的几个问题。好呀。对，因为露丝既然作为我们 Bobbi Brown 中国区的品牌形象大使，然后呢可能对于我们的产品应该是非常了解的。对，因为非常都是硬核产品，每个产品它都有非常一个非常好用的点，所以呢喜欢产品自然也喜欢我们的 Bobbi Brown。 是的，那我要来开始考考你了。好呀。那第一个问题的话呢，我们来问一下露丝，如果说我们来平时化妆的时候，面部和脖子如果说有色差，你会怎么办呢？这是个好问题，这是个好问题。对，这是个非常棒的问题。这是非常棒的问题。但之前呢，我是有个解决方式，就是你选择一个跟自己脖子跟脸色差不太大的一个颜色，
这样的话你就能不错。但是呢有还也有一个 bug， 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一吹冷风，除了脸之外身体所有其他地方都会变黑，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就是秋冬季节的话呢，可能外界的环境因素啊会导致，然后直播间的小伙伴应该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没错，所以然后如果说遇到这样的状况，不要吹冷风，不要吹冷风。对对，非常关键。然后另外还会有一个使用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来去使用粉底液的时候，可以来去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色号。对，对，因为 Bobbi Brown 我们品牌的理念也是自信成就真实之美。对，所以我们来去使用我们的底妆的时候呢，可以来去选择一个和自己本身肤色很接近的。对，其实这样画出来的妆容你会非常自信。对不对？对啊，对，第一个问题啊，我们来去结束了，然后接下来进入到第二个问题。来，露丝已经开始准备了啊。那我们化完妆后，如果说底妆很容易斑驳，然后应该用哪款产品呢？当然是用我们的妆前橘子面霜。对，就是我们前面刚刚已经有给大家介绍过。对，机智的我，你们一定要试一下这个。这个真的不是我说好用，是我所有的化妆师都在用这个。对，然后这款单品的话呢，你在妆前来去使用，它是能够达到非常好的滋润，然后呢，同时让后续底妆能够达到非常服帖、润泽啊这样的效果。所以这款单品也是我们露丝来到直播间里面第一款介绍的产品。对对对，对，这款真的大家真的可以试一下。妆前打底嘛，打底就很重要，就是一个根基。今天这个小号的有一个15毫升，15毫升的话呢，如果说来去购买35号链接，15毫升暂时可能也是缺货对，所以其实买一个50毫升用的时间会更久。对，就这一款你一定会用到空瓶的，相信我一定会用到。而且还可以送7毫升的小支装，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来去，如果说想要购买我们露丝给大家推荐的橘子面霜，35号链接啊，相信我。好，对。然后第三个问题来了啊，然后第三个问题，如果说平时露丝像经常会出差，然后需要长时间带妆，那妆花了怎么办呢？哎，这一下就说到我们的重点了，就要非常非常，呀，我其实今天的产品我都推荐过好多次，是，就是这一款。这个羽柔蜜粉饼，哎呀 ，sorry， 拿到用羽柔蜜粉饼可以来去定妆，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用，对的，定妆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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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定妆非常服帖，是不是？对，关键是还薄，对，因为细腻，所以就补妆会非常的薄，用薄了之后呢，你在定妆的什么的时候，你再定也不会显得厚，是，对，没错，对。包括在定妆的时候呢，它是能够让底妆呈现出非常服帖的啊，非常服帖的这样的效果，是，而且粉质非常细腻。是。那么稍后的话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来去着重介绍我们的这款羽绒蜜粉饼，因为这款羽绒蜜粉饼也是露丝非常爱的一款单品，对，所以稍后的话呢，会详细给大家来去介绍到。OK， 再来一个问题好不好？好。对，一直来问到露丝问题来。然后露丝的头脑风暴了。那我们第四个问题就是日常通勤，如果说在空调下这种办公室里面皮肤会很干燥，那么我们应该推荐哪一款粉底呢？虫草粉底液。对，就是我手中拿到的这款。这款粉底液的话，我知道露丝平时也是一直有在使用的。是的，是的。对，然后我记得露丝来去用的色号的话，应该是我们的005这个颜色，就是非常白皙的一个色号。对，所以像我们的虫草粉底液的话呢，这款粉底液它真的用过很滋润。对，非常非常的润。是的，然后它用在皮肤上的时候，其实它里面会包含75%的精华水。对，还会拥有海藻精粹啊、荔枝精粹、冬虫夏草非常丰富的一些植物精粹的成分。所以就是也在就是上妆的过程中，也是在做一个。给皮肤的一个滋润，是没错。对，然后同样也是可以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来去展示感受一下这个粉底液的质地，对吧？对，我可以用在我的手上。好啊，用在我的手上。对，然后呢，这款粉底液因为它里面会包含非常多的一些精华水，所以我们再去使用的时候，使用之前我们可以来去将它充分摇晃一下。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上其实现在没有涂任何的护肤品。对，就是皮肤是属于这种干燥的。你好白啊，你比我白好多呀。我是会对捂的，长时间一直待在屋子里。哇，太羡慕了。对。然后露丝可能平时拍摄的话，有的时候会拍一些外景啊，可能会在室外，对不对？对，而且我像古装戏，就是什么地方都是围得很好，就除了手，所以我的手都晒得很黑。所以对，所以就像前面露丝刚刚说，小黑手
风一吹，皮肤会可能就会肤色会变深，对不对？是的，所以这款粉底液的话呢，就是在风吹日晒的环境下，它也是能够让肤质达到非常滋润，对，这样的润泽的效果。我们可以把镜头拉近来看一下这款粉底液的话，它的质感就涂在皮肤上的时候像一个精华一样，然后我们来去使用到它的时候呢，可以来去将它，你哪怕像涂一个精华一样，就是直接涂在皮肤上，看一下，非常好的延展力，非常好的一个贴妆力啊，就是能够一秒贴妆。对，我手上没有涂任何护肤品的情况下的话呢，也是能够达到非常滋润的这样的效果。所以这款粉底液的话，也会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非常推荐啊。虫草粉底液，如果说来购买，今天的活动其实也非常棒啊。然后购买我们的九九九九九九九，对，30，看到很多九，在想这个是什么天价产品，对不对？那我们购买虫草粉底液啊，购买虫草粉底液之前的话呢，40号链接，像露丝刚刚看到这个99999，很多个九啊，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可以来去40号链接点进去之后，领一个60元的优惠券。这个优惠券领取过后，购买我们的虫草粉底液的单品，然后呢可以来去立减60元的金额，而且送的礼赠的内容也非常多。好，然后可以来去领取一下我们的这边的优惠券哦。但这个优惠券的话，它是需要购买我们的虫草粉底液，或者像我们的粉底液搭配蜜粉饼，或者粉底液搭配我们的高光的套组。快领取。对，可以领取。露丝特别着急，然后呢，一看到立即领取，马上领取啊！对，然后大家一定记得领取一下，好不好？包边很少会有这样的一个折扣的活动，所以大家一定来领取一下这个优惠券。那如果没有关注店铺，没有绑定会员，一定记得先关注直播间，然后再进入到我们的店铺绑定一下会员，因为如果说没有绑定会员的话，这个优惠券可能没有办法领取成功啊！一定记得绑定一下我们的会员，好不好 ？OK， 那么我们刚刚几个问题已经问过露丝了，露丝的头脑风暴结束了。好，那接下来对松了一口气，对不对？然后不愧露丝果然不愧是我们 Bobbi Brown 中国区的品牌形象大使啊。那么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对于我们的产品有没有学习到？如果要是没有 get 到也不要紧啊，点击一下我们的关注。那接下来的话呢，就到了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定妆的过程了。对，然后在我自己直播的时候的话呢，也会有很多粉丝来去问到我，定妆真的那么重要吗？露丝觉得定妆重要吗？定妆非常重要。如果就是定妆没有做好的话，就是你的底妆会就是你底妆会保持的不持久。对的，对。但是如果你要做一个很持久的底妆，像我们拍戏10多小时20个小时，对的，如果你底妆不持久的话，其实这个妆感就在只有在上午的时候比较好，就没这个必要了。对，所以这款羽绒蜜粉饼定妆的话真的特别棒，因为很多粉丝比较担心的问题就是在我们比如说用完一款粉底液之后啊，用完粉底液之后，就你觉得自己的肤质已经是非常棒了。对。那这个时候来去定妆可能会比较担心，就是肌肤的光泽啊，然后可能会被定住，然后呢皮肤可能会干燥这样的情况。那这款羽绒蜜粉饼的话呢，我们来去使用的时候，它是能够达到很好的定妆不吃妆，粉质细无痕这样的效果。所以我们露丝可以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羽绒蜜粉饼。对，这一款粉饼呢，因为就是如果你像你有一些卡粉、浮粉、持妆力差的话，对，就这个你就可以随身带着，因为这个 Bobbi Brown 的羽绒蜜粉它特别特别的细腻。对的，它细腻的话，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它很细腻，所以定妆就会很薄。是，这样很薄的话，你从早定到晚，20多个小时、10多个小时，你都不会觉得妆感很厚。而且它的那个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怕它脱妆跟出汗。对的，这点很重要。它防水这一点非常非常厉害。因为我到夏天的时候我是特别容易出汗，因为你已经出汗了。我已经出汗了，因为见到露丝这么漂亮小美女太紧张了啊。对，然后呢像平时的话我到夏天更容易出汗，就我吃个饭的话整个脸都是。哦，真的吗？一头汗水。天哪。对，然后呢像我以往用到过一些就是底妆的产品，就会出现一个尴尬的情况，就出很多汗的时候就会像奶茶一样会滴下来。哦，那你的粉底估计也不大好。对，你要选对。对，一定要选对。所以我用了 Bobbi 的这款我们的羽绒蜜粉饼之后，真的定妆特别棒。对。然后我们接下来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这款羽绒蜜粉饼的防水性。好呀。好吗？好呀。对，然后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来，我拿着这款粉饼，露丝可以来去根据你的心情，往在我们的粉饼上倒水。啊，直接倒吗？是不是觉得太夸张？直接倒水吗？直接倒水可以吗？真的可以，因为这款粉饼它可以来去做到这样的挑战。来，我们直接倒下来，好不好？直接从这倒下来吗？对，倒下来。
你想倒多少就倒多少。喂，已经倒来，可以再来倒一点点。哎，小心，小心，小心啊！可以再来倒一点点。倒在上面吧。对，好的。是，然后这款粉饼的话呢，可能哎，我不知道直播间能不能有办法展示，可以把镜头再拉近一点点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它的话呢，我们的粉饼上面已经倒了非常多的水，但是它的粉质完全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对啊，对，然后呢，直接哪怕像倒了很多水之后，我们可以来去将纸巾把上面的水分擦掉。你看到粉饼上面真的会有很多水啊，在上方，但是呢，将水给它压掉之后，它的粉质是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的。对，嗯，对，然后呢，我们可以接下来再来试一下这款蜜粉饼的一个粉质细腻度，嗯，好不好？那么像很多的粉饼，比如说你上面倒。大家如果说家里有粉饼的话，慎做这个实验，嗯，因为如果说不是防水型的粉饼，可能你这块粉就废掉了，就废掉了，它可能就是一块结块的粉，对，所以一定要去小心做这个实验啊。但羽绒蜜粉饼真的可以承受得住这个考验。我们刚滴完水之后，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可以来去用刷子蘸取我们的羽绒蜜粉饼，来做一下它的一个粉质的细腻度的呈现。我就直接来去用刷子蘸取了一些粉质，嗯，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会来。请露丝帮个忙，好不好？好的。嗯，可以来去在我的身前，好，放上一个，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黑色的手拎袋啊，嗯，然后可以做一个背景，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像我这款，我们的圆脸刷上方沾了一些我们的羽绒蜜粉饼，大家可以看一下粉质的细腻程度。我直接在刷子上来去弹一下，你可以看一下整个粉质，它完全是向上飞的啊，整个粉质它完全向上飞，向上来去走的。所以粉质特别轻盈，是的，嗯，对的，很多真的太轻了，是不是？害怕，害怕是吗？因为我特别容易。平时我们来去用在面部上的话呢，其实不会出现主要这样的一个情况，嗯，主要就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来去感受一下啊，它的一个定妆力，嗯，它的一个粉质细腻度，嗯，因为我们在去定妆的时候非常怕的一点就是粉质可能会比较粗，嗯，或者是会比较厚重，那如果用在面部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干燥或者卡粉的情况，对，所以羽绒蜜粉饼真的来去使用粉质超级细腻，对，对的，然后并且像隐形毛孔的效果它也是非常棒的，嗯。对，然后呢，这款羽绒蜜粉饼的活动啊，羽绒蜜粉饼的活动的话呢，我们现在来去购买的话，其实也是非常棒。然后我们如果说购买羽绒蜜粉饼，现在是在我们的41号链接，因为今天露丝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也是会有41号链接，是我们的单独的羽绒蜜粉饼，露丝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呀，yeah. 对，41号链接下单的时候呢，来拍的时候备注赵露丝，然后会送一支我们的云脸刷，然后呢，额外还会再送一个。荔枝纹化妆包，非常有质感的一个小包包，露丝可以看一下。这个很好看，这个很好看。对，而且非常方便，很大，很能装。对，很能装。而且中间还会有一个夹层。啊，对，这里还有个夹层。非常方便，对。这里，中间还会有一个夹层，有个小拉链，像女孩子放上一些发卡啊，或者是棉片啊之类的，都 OK 啊，化妆棉，嗯，之类都可以。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额外还可以再拥有我们的两片虫草粉底液的体验装，两片洁肤油的体验装。送的特别多，41号链接。大家如果说拍羽绒蜜粉饼的话，千万不要拍错。39号链接是没有送这么多的，39号链接是我们日常店铺的活动，嗯，送的没有这么多。一定要购买41号链接，下单的时候备注赵露思，同时呢也可以备注一下直播间，好，备注6个字，好不好？好。对，那么我们刚刚露思给大家分享过我们的这款。羽绒蜜粉饼，嗯，对，我记得露丝，之前刚刚我们来开播的时候有说过，皮肤可能会是比较偏干燥，对干皮，干皮。然后呢，直播间里面也会有很多粉丝来问说，干皮能不能用？当然，对，亲自代表，当然，干皮也要用，但是干皮还是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是你还是要有一点讲究手法，是的，对，要讲究手法。所以我们平时来干皮来用的话，其实像它不是里面自带了，也会有一个粉扑，天鹅绒的粉扑，对，里面会有一个天鹅绒的一个小粉扑。然后呢，我们的这边小助理可以来帮我们找一下我们的小粉扑，哎。谢谢啊，非常感谢。哎，就是这个小粉扑，这小粉扑特别。来，美妆博主上线了，要给大家分享。特别的舒服。然后首先呢，如果你是干皮的话，你就可以跟我一样啊，然后就蘸取一点这个粉。对。然后呢，你就把它给揉开，让它很均匀的铺在这个上面。非常专业的手势啊，给它揉开。对。揉开之后呢，你就在提取面部有油光的地方。对。像平时来去定妆的话呢，这样子来去使用也很方便。对，是的。就是平时，然后反正就是，
需要定妆的时候，其实就是如果是干皮的话，就是在你化完妆的时候你就做一个定妆，其实平时就不会再出什么很油啊什么的。对，你就偶尔补一下，因为干皮也是会出油的，我是局部会出油，然后这儿下巴唇部或者是鼻边，然后眼窝这儿会稍微出一些油。对，包括其实像两颊的位置，如果说比较干燥的话呢，其实也可以用。我看到有粉丝已经在说要用几号色，露丝用的是几号色？应该是你说这个吗？反正是最白的那个，最白的那个颜色就是我们的11号色，对不对？对对对。然后呢，稍后的话呢，具体选色啊，具体的选色的话呢，等一会儿我们也会给大家来去介绍的，好不好？那么干皮的话，选择这款羽绒蜜粉饼非常适合。那油皮呢？油皮，对，油皮这个东西就要找专业的，专业的老师。是的，对，我们今天波比老师专门来给我们讲一下油皮要怎么来用这些产品。对对，然后接下来也会有我们的品牌的培训老师波比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是给大家分享我们的这款羽绒蜜粉饼。好，好久不见。你好久不见，其实也没有好久。越来越美。拉瑞你好，你好，波比老师，请坐。欢迎波比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哇，我们这个好对称啊。对，还可以稍微往我这边一点点。我们好像是个团队。对，我们要出道。一个天团啊。好，我再来往这边一点点。好，大家可以来。我们是个出道的团队。我们的位置调整好了啊，位置调整好了。那么，方便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 okay, 啊，然后等一下呢，就要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来去，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个产品，好不好？好。对，好，那刚刚来去问到露丝的问题是说，像油皮来用，对，羽绒蜜粉饼怎么来去使用？好的，因为上次的话跟露丝刚刚拍摄完，对不对？然后露丝是比较偏干的皮肤，那其实的话也跟露丝分享了很好的上妆技巧。那看到刚才露丝也是学到了那个技巧啊，把粉扑揉搓一下，然后再上妆，就非常的服帖。对，那其实油皮的话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是混油皮或者是油皮的宝宝们呢，其实我会建议是用这种比较蓬松的蜜粉刷。是。那蜜粉刷的话呢，配合这款羽绒蜜粉饼的话呢，只需要蘸取适量的这个蜜粉，然后的话呢，它在脸上这样按压，轻轻按压的方法，其实有点像铺张按印的那个方法。那其实就把它当成一个粉扑，这样在脸上这样轻轻的按压，一边滚动，这样的话呢，可以让你的油皮的定妆更加的扎实，是，而且不容易脱妆。对，我刚刚看到包贝老师在手上来去用了一点，然后呢就非常轻薄。对啊，因为这款粉的话，真的也是我自己特别爱用的一款单品。对。露丝特别开心看到我们的评论，是不是？天哪，就觉得很搞笑。他们说我们像那饼干，像饼干是吗？对，奥利奥，OK， 是的啊。然后 OK， 那么我们对黑色白色是，一会儿可以这样拍一张照，我觉得非常好玩的画面。对，那羽绒蜜粉饼的话呢，刚刚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来用，就像油皮的一个使用方式，给大家来去介绍一下。那么我接下来代表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来再问到包贝老师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好，就是怎么样能够判断自己定妆的话是否是定好了？好的，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很多粉丝也在问啊，然后彩妆师也经常会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说皮肤怎样才是定好了呢？因为我们专业的彩妆师呢，都会教大家说一定要有定妆的这个步骤，但是如何定好的话呢，其实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那其实用你的手指呢，轻轻的碰一下你的皮肤，然后感觉到是很清爽，然后没有黏腻的感觉，而且的话摸上去呢又不是觉得非常的涩，那其实的话会让整个妆容显得我看到露丝已经控制不住的笑出眼泪，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太可爱了，对不对？好，对，然后包贝老师刚刚有给大家来去分享了怎么样算是定妆定好，包括其实像我自己平时定妆的话也会这样子，就定好之后的话，我会用手来摸一下。如果说你皮肤没有黏腻的感觉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时候定妆就定好了。如果说你面部如果说黏腻的情况下，其实这个时候走出门就很容易成为一个大自然的吸尘器。对，而且戴口罩的话很容易粘到口罩上。没错，所以羽绒蜜粉饼定妆就是能够让底妆达到长效的加持。是的。对，然后刚刚已经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有介绍过羽绒蜜粉饼的活动，如果大家来拍的话，在41号链接来去拍一下啊，41号链接，还没有关注店铺的小伙伴们来点击一下我们的关注哦，可以点击一下我们的关注键，好不好？对，关注我们的店铺，然后并且绑定一下会员，像我们店铺当中的活动，大家也可以来去参与的。好，然后我们的羽绒蜜粉饼的活动的话呢，像刚刚包贝老师用到的这个刷子，平时的话，云脸刷我们平时是有单独售卖的，对吧？对的，其实这一款刷子单买的话还是蛮贵的，对，单独买一支的话是2号链接，长柄的这个云脸刷390元。对
对，我感觉我在这有点冻。对，来，露丝可以来去用一下我们这支，给大家来去拿白色的刷子，我拿黑色的粉饼，然后这样对，奥利奥，太可爱了，露丝。对，然后呢，看了看评论，然后呢，自己再用了一下，就觉得哎，很好玩，对不对？嗯、对。对，然后呢，这支刷子真的很好用。你觉有没有觉得其实刷毛特别松软？对，我当时我第一次用的是配合，冲草粉底液的，用的他们那个粉底刷。嗯，对，哦、然后对，就是我们的魔术底妆刷。对对对，然后我就直接把一套都入了，因为刷子非常，而且很好看，是白毛。对对，露丝真的特别好记，一套都入了啊。所以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如果说有妆容的需求的话，其实也可以整套入，整套来去使用的话呢，嗯，整个妆容也会更加精致。更加完整，好不好？嗯，那么我们来购买这款羽绒蜜粉饼，41号链接来去拍下，备注赵露思直播间，然后呢会送这支刷子，对，然后额外还会拥有刚刚露思非常喜欢的，对对对，这个丽诗雯的一个化妆包，这个包真的感已经能我感觉它非常能装了，是的，然后额外还可以再拥有两片虫草粉底液的体验装，再拥有两片洁肤油的体验装，好，然后购买单品额外还可以再拥有一个新年转运包，哇哦，对，购买一个羽绒蜜粉饼直接会送这么多，包贝老师已经有惊讶到，我眼睛有点那个放大的感觉，好，等一会儿，对，等一会儿下播之后我们可以马上买起来了，好哦，嗯，好，羽绒蜜粉饼有给大家介绍完，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来再来去说一下三个颜色啊，三个颜色。刚刚我记得有粉丝来问到问题，羽绒蜜粉饼怎么去选色？叫专业，一共是三个色号，对，交给专业的。对，然后敲黑板啊，然后的话，我们现在的话，我面前会有三个颜色，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其实我今天用到的话，像我的话其实比较偏中性，就是不是特别偏暖，也不是特别偏冷白皮的。那所以我今天用到的是这个pale yellow 的颜色，就是我们的一号色。是。那这个的话基本上是百搭。如果大家的话肤色是比较适中，然后是也不是偏冷白皮，也不是偏暖黄皮的话呢，这款绝对是不会出错的。嗯。然后如果像我们露丝美女啊坐在中间，然后皮肤非常的白皙，那其实会建议大家用到我们的 soft porcelain， 然后是比较最浅的颜色，零号色，非常适合像这种的冷白皮。如果大家如果各位宝宝想让肤色显得会更加提亮一点的话呢，其实用这一款的话提亮效果也是非常的棒，是吧？没错，三个颜色，对，像露丝一样想打造这种很无瑕的这种清透的一个底妆的话呢，零号色也是非常好。那如果大家喜欢那种比较健康的或者是有点健康的肤色，或者是晒后之后皮肤，自己来用的， 对男生其实也非常适合。那我也推荐我们的 soft sun， 就是五号色。嗯，所以三个颜色的话，基本上是中性色调的皮肤、冷白皮，还有的肤色都能够满足。对，然后冷白皮或者是暖黄皮都可以选用到适合自己的肤色。四 D 没错啊、嗯。然后呢，我们的羽绒蜜粉饼又给大家分享完啊。然后我们看一下，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来去说一下，哎，露丝，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包庇还会有一个服务是，高定的修眉服务啊，还有这个服务吗？对的，哇，然后可以让我们包庇老师来去为大家介绍一下。哎呀，好哎，下次要不要帮你试一下？可以啊，可以啊，但我没有几个眉毛，这就很麻烦。对，你的眉毛天生长得是很好的，因为很多女孩子想打造这种天生的野生眉，我们叫野生眉，对不对？然后长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稍微上一点颜色，觉得眉毛非常的有那种毛绒的很蓬松的一个感觉。嗯，是。所以的话，在 Bobbi Brown 的话，没有一个叫大师高定型眉的一个修眉加眉形设计的一个服务。没错。所以的话呢，大家有这个时间的话，也可以到我们柜台，非常欢迎大家去体验一下。那么彩妆师呢，也是经过1500小时的训练，然后的话经过 Bobbi Brown 的全球的修眉师的认定，然后这样的话有这样一个认定的见证，修眉师的一个证书，才可以帮大家去设计眉形，而且的话会帮你进行眉镊的修眉啊，然后眉睑的剪切那个眉毛的长短，然后的话呢会帮你量身定制一个非常适合自己脸型的一个眉形。对的，非常的特别。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呢，也可以来到我们包庇的店铺来去体验一下，对，好不好？那非常感谢我们包庇老师给大家今天带来非常棒的分享啊！对，已经也是笑到合不拢嘴，非常开心，是不是来到包庇的直播间特别开心？对，我的特别好玩，粉丝们好，真的很搞笑、哦，对，特别可爱，是不是？非常感谢，然后谢谢露丝，谢谢包庇老师，谢谢包庇老师，拜拜。包庇老师可以休息一下啊，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的直播继续。那么我们介绍到现在，是不是现在该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带来一点福利了呢？哎，没错，对的啊。然后还没有关注店铺的小伙伴，记得点击一下关注。然后第一波福利，我们来给大家来抽一波奖。好哟。对，第一款。那么我们刚刚介绍到这么久的羽绒蜜粉饼，是。对，那么接下来我们直接抽一个正装。好。
对，哇，直接露丝送给大家一个正装啊，我们的羽绒蜜粉饼。然后呢，想要抽这个羽绒蜜粉饼的小伙伴，没有关注店铺，一定记得点击一下关注，因为如果说没有关注店铺的话呢，是不能够参与我们的抽奖的。一定要成为我们的，关注一下，对，成为我们店铺的粉丝啊。对，点击一下关注，还没有关注的话马上点一下关注。然后呢，我们怎么来去抽呢？我们可以来去直接输一个口令啊，口令的话我们来去输抛开滤镜自信上镜，没错啊。然后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区输上这八个字，抛开滤镜自信上镜。对，好，现在就把你原相机拍的自拍立刻上传。是，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去马上输入口令喽，马上输入口令了啊，好不好？然后呢等一下马上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来去抽奖。然后我看到很多粉丝已经开始在刷口令了，没有关注的话一定记得点击一下关注键，好吗？关注一下哟。对，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直接截屏。好哟。截屏的话呢，抽一位粉丝，然后呢送给你我们这边的羽绒蜜粉饼。倒数三秒钟的时间，来，露丝可以来去进行倒数，好不好？好，3、2、1。OK， 好，非常准时的截屏下来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中奖的粉丝，我看一下字有没有打错，非常严格，抛开滤镜自信上镜，没错。对，自信。哦，是时间都忘掉了。对，上面的一位铁粉，对，时间都忘掉的上面一位，是叫名字叫做大坚强拉。大坚强拉。是的，我们的一位钻粉丝啊，然后呢，恭喜这位粉丝，然后大家可以来去，哎，等我一下，我把这边的图片放大一些。对，然后恭喜这位粉丝获得的是一个我们的羽绒蜜粉饼的正装，还没有。就是如果说没有其他没有中奖的小伙伴，不用灰心，因为露丝等一会儿也会带来更多的福利给到大家，好不好？然后呢，记得来去登记过后联系一下我们店铺的客服，领取你所获得的奖品。3个工作日内，如果超过3个工作日内，是会放弃领奖了，对，好不好？一定记得马上领取，联系客服领取你的奖品。好，然后稍等我一下，我把这边的名单给到我们的客服，名字叫做大坚强拉这位粉丝啊，好。然后我刚刚打开消息，我这边直接会有身边的小伙伴已经在说我的女神，对，女神来到直播间了，对的啊。然后等我一下下，好，那么第一波的抽奖结束，我们的羽绒蜜粉饼有给大家分享完。那如果说想要感受的小伙伴，在41号链接可以拍一下，好不好？那底妆的部分我们介绍完之后，接下来进入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了，应该是每个女生都会比较喜欢的一个部分。哎，对，没错，就是想要拥有一个完整的妆容。来，露丝已经开始告诉大家了，非常可爱的在嘟嘴。对，一点都不可爱啊，这还不可爱很可爱了，很可爱了啊。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给大家来去介绍到的就是我们全新的一款单品。是的，然后也是露丝最近会也是给很多小伙伴在分享的一款产品，对不对？对。这个叫什么？我们的细晶笔，就是细晶笔，就涂上去之后一秒细晶。哎，我要把这个原名给读一下。这款笔叫纯色奢金绒雾唇膏笔。对的。然后这支唇膏笔的话，你看到，就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我会觉得它像眼线笔或者是眉笔。对的，我们完全没有想到它是一支口红。对，是一支口红，或者是唇釉，对的，对不对？但是没有会想到它是个丝绒质地的口红，对的。对。然后露丝刚刚来去说过，你最喜欢的颜色是我们的这支9号吧？9号色啊，我们的红棕。红棕色，对，这个颜色的话，薄涂就非常的日常，对，薄涂非常的日常，厚涂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复古，而且很有气场的一个颜色。是的。对对对，这个颜色真的是黄皮直接冲，白皮就直接入手，好吧？是的，然后呢，这支颜色的话，其实也是特别好看，因为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就是无红棕不秋冬，对不对？哎，对，秋冬季节一定红棕色要用上去。对，啊，可以来看，画了一个小爱心，非常可爱。来，我们镜头来拉近一下，可以看一下露丝画的小爱心。刚画上去之后，直接就可以来感受到非常润滑的质感。哎，对，非常非常润滑。对，而且抹上去之后的话呢，即刻它是能够呈现出这种雾感的一个妆效。对，它是。它是这种很丝绒的质地，对的，对，所以看一下，就是整个色彩饱和度其实也非常棒。哎，对，这个就肯定很显白，所以就是黄皮就完全不用担心，就是非常显白。是因为像这支唇膏笔的话，其实它还会有一个特点，就平时像女孩子像画口红，有的时候呢你不用唇刷，是像平时拿出门的时候，你可能画出来很容易画出到唇外，对不对？对，那要不是，谢谢，好，谢谢啊。
那这支唇膏笔它是一个锥形的设计，所以它是这个笔身就是我们画在唇部的时候它是能够很好的上妆，然后同时呢能够画出一个精致的唇妆，能够一秒达到这种非常润泽的啊非常润泽的同时很丝绒感这样的一个唇妆的效果。那么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呢，像我们刚刚露丝拿到的九号色，这支我们的一支复古红棕的一款颜色也非常好看。对，那么我们的这支唇膏笔的话呢，就是来接下来我们做一个有趣的游戏。好呀，好吧。那像这支唇膏笔的话，就我们有很多的颜色来去选择，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这边的一个色板。对，非常多的颜色，可以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也来看一下啊。这边我们的唇膏笔一共是非常多的颜色，12支啊，12支这个颜色，哎，它怎么了？来看一下。那我知道露丝演过的角色其实是非常多的，对不对？对。那在你演过的角色当中的话呢，我们可以来根据你就是平时演过的角色来推荐一支。好呀。这样的一个适合这个角色唇膏的颜色。好呀。好吧。那么首先的话呢，第一支啊，第一支的话呢，我们可以来去推荐一下，像我们洛菲菲。这样的颜色你觉得会比较适合哪一个呢？我觉得洛菲菲的话就是6号色。6号色的颜色，橘粉珊瑚。对的，6号色的这支橘粉珊瑚的颜色的话其实也是非常好看的一个色号。对，然后这支唇膏刚刚擦不掉，这个唇膏有哎，刚刚蛮好，给大家来去用一下洁肤油的，稍微晚一点我用洁肤油给大家来去展示，因为等一下我也在手臂上去进行试色，好不好？然后接下来我去拿到我们的这支6号色 Water Lily， 大家可以来试一下。对，来看一下，这支是我们的6号色，就是我们露丝说非常适合像洛菲菲这样的角色，因为粉粉嫩嫩的。对的，然后看上去非常非常的显白。对，我觉得也不是说所有口红一定要显白了，但是呢是你想要让这个色号显得你白你才去购买这支口红，但我就比较喜欢这种显白的色号。 对， 对，而且像6号色这个颜色的话，我会觉得它就和洛菲菲这个角色一样是非常充满活力。 对， 对，因为洛菲菲她这个角色就很爱穿色彩就是比较鲜艳的一些衣服，所以搭上去都会很好看。是的，然后非常适合这样的一个粉粉嫩嫩的白皙的这种元气少女的这样的色彩。然后我刚刚来，接下来我们再来推荐一支，好吧？有、哎。对，就是我们传闻中的陈芊芊。陈芊芊。陈芊芊的颜色你觉得会比较适合哪一支呢？陈芊芊，就是在原来的陈芊芊，我觉得适合2号色。对，因为红唇，对的，跟她的就是那种大红色的衣服非常非常的搭。是的。然后我们可以来去看一下我们的这支2号色的颜色，对，来这支，对，没错，给大家来去展示一下，可以涂在我的手上，没关系。哦，好哦。哇，真的非常非常好看，一抹丝滑，一抹顺滑，有没有？就直接涂上去的时候，非常快速的显色。对啊，而且这个颜色你要小心哦，不要被小朋友拿去画画本了。对，这因为这支唇膏笔真的看起来有点像蜡笔的感觉，对，对不对？但涂上去的时候真的很丝滑，而且一秒显色，对，是不是？没错。然后像我们的2号色这款颜色的话，红色的衣服搭配一些，就它是一个经典的红唇。对，这个也不一定要，就在冬天，特别是穿黑色大衣，哎，对，就搭一个红唇，而且它这个红不是那一种。那种非常非常亮的红的那种，对，这个红它其实非常非常的显白，对，你就这两个颜色也就能看得出来，其实这个更加显白，而且很有气场，对，是的，这样的色号。所以像我们的2号色这款颜色的话，像刚刚我们露丝有给大家来去说过，对，就秋冬季节来用，特别显白的一个色号，对，没错。如果说喜欢这种正红色的话呢，可以购买我们的2号色，好不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刷一个，我刚刚有看到粉丝来问到了啊。已经有粉丝来问到，就是第三个角色，大家深入非常深入人心。对，第三个角色就是我喜欢里面的孤身男。是，对，我觉得就很适合8号色。8号色，因为他非常的热情开朗。对，8号色就很适合他。对的，像8号色的这支颜色的话，就我来看一下哦，在这边，露丝已经开始控制不住，然后在嘴巴上涂一些。对，因为这个颜色真的非常非常好看。2号色的颜色。对。对。好，然后我们来接下来再来看一下这支啊，这支的话呢是我们的8号色的这支色号。对，
对，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好看。它和我们的九号色的区别的话，其实露丝回头可以尝试一下这支八号色，就它在经典的这种就是像我们的九号色的一个红棕色的基础上，它更多了一点这种元气可爱的这样的感觉，对啊，带有一点奶橘调的一个活泼红棕的色号。是的，对，所以像马上进入到新年期间，其实这支颜色也是非常好看，拜访家长啊，其实看到都会觉得哎很可爱，对对对对，颜色。好不好？那么唇膏笔的话，我们来刚刚有介绍过，唇膏笔现在我们店铺也会有非常多的活动哦。38号链接购买唇膏笔，买一支唇膏笔备注赵露思，会获得的是一个我们的高定手持镜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小镜子。对，这个镜子非常好看。对的，然后同时呢，也可以再备注一下直播间三个字，然后额外购买一件产品，可以额外再送一个新年转运包。对对，买一支唇膏笔，直接会送到这么丰厚的礼赠，好不好？如果有喜欢的颜色的话，像38号链接，大家可以来去下单，可以来购买啊。然后我们来，刚刚我们的唇膏笔有给大家介绍完，是不是？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一波福利吧，好不好？对，没有关注店铺的小伙伴来点击一下关注，然后我们马上来进入到下一波的抽奖，好不好？关注了才可以拿到奖品。是的啊，可以来去点击一下关注。然后呢，这一波我们的抽奖的口令来刷一下什么呢？我们可以来去刷这个柔雾染唇，一笔显色。对，来镜头拉近啊，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方来刷上柔雾染唇一笔显色，就是我们唇膏笔的这样的效果，对不对？他们还在上一个抛开滤镜，还在抛开滤镜是吗？抛开滤镜的话是羽绒蜜粉饼了啊。这一波我们来抽的，这一波我们来买一点大的，好不好？直接抽三位粉丝。哇，好大呀！直接抽三位粉丝，然后送我们的这支唇膏笔，好吧？好，刚刚我们是抽的一位，是不是？这一波我们直接抽三位啊。Okay. 然后呢，送我们的唇膏笔，好不好？所以大家可以在评论下方刷柔雾染唇一笔显色。来，我们接下来这一波的抽奖开始。咔咔。对，来，露丝可以来继续倒数。三二一，这么快吗？我都还没有准备好。三二一，来，准备好了，截好了，截好图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中奖的粉丝都有谁？第一个粉丝，秋日有幸是吗？对，秋日有幸啊。第一位粉丝是我们的一位秋日有幸，然后第二位粉丝，第二位粉丝，邹周周猪猪，对的，邹杠猪猪。对，是我们直播间非常资深的粉丝啦，周周，恭喜。然后第三位粉丝呢？你怎么看得出来很？下面有标，有粉丝哦，有粉丝排排，对的，所以第三位粉丝我们来是谁呢？瓶盖开花。好，恭喜以上三位粉丝，每人获得的是一支我们的奢金唇膏笔热卖色，好吧？对，然后稍等一下，我把这边的截图对一下，对给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大家可以来在这边截个图，同样三个工作日内啊，三个工作日内联系我们店铺的客服领取所获得的奖品，好不好？不要超过三天，如果说超过三个工作日的话，是会放弃领奖。OK， 那这一波的我们的抽奖来结束，没有中奖的小伙伴也不用灰心。那么等一下的话呢，我们依然还会有这样的抽奖的环节，没错。好，那么产品有给大家介绍完，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去，就是又到了给露丝头脑风暴的环节了。对，又到了头脑风暴的环节了，好不好？好。然后我们直播间的话呢，其实已经就之前有做过一些统计，因为我们直播间会有非常多的粉丝会喜欢露丝，然后呢就是我们来统计了一些问题，好不好？好。然后呢我们来就是玩一个有趣的一个游戏，就是露丝可以来去用一波方言版的快问快答。行啊。东北话。行啊。什么？因为我是东北人，所以我可以来。你是东北人？对，我东北的。你东北的？黑龙江的。黑龙江的。嗯呢。好。哎呀，哎呀，老乡了吗？老乡了吗？老乡了吗？半个老乡了啊！对，好，那么我们来这一波的话呢，我们就来东北话的快问快答，好不好？第一个问题啊，快速用三个词形容自己。觉得自己的性格是怎么样？太难了这个问题是吗？对啊，这个问题太难了，这个快很快速吗？快速快速，来，我倒数三秒钟，三、二、一。温柔端庄贤惠，温柔端庄贤惠。来，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我看到大家都哎，有人说端庄哦，有人说端庄啊，果然露丝端庄的，还是你们懂我？端庄温柔贤惠，端庄温柔贤惠，是的啊。然后 Larry 也开始用东北话聊天，行，那我就用东北话给到我啊。好，然后我们来进入到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呢，来问一下露丝，同样快问快答啊。好，觉得自己哪个角度拍照最好看？背面。背面，对，还有倒立就非常好看。哇，这么
特别的拍照方式。对，好，然后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第三个问题，好不好？第三个问题是给你自己的唱歌打个分吧，满分是五分的话。满分是五分的话，打几分？来个满分。我不敢呢，没事，我就来一个，我就保守一点。别人说十分，就是稍微还是谦虚一点，我还是谦虚一点，还是因为很端庄，就打一个一分吧。啊，我以为你会说六分，我觉得露丝的歌声在我心里是六分啊，对，超过五分。你有唱过？你有听过我唱歌吗？有，因为声音很好听。对，非常，而且特别可爱。你好重口啊。对，特别有趣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第四个问题了。然后呢，你喜欢深色系的口红还是喜欢浅色系的口红？我喜欢，我其实都喜欢，按照那天的搭配来选吧。根据服装搭配，对不对？对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五个问题，那就是和我们的粉丝朋友们说一句祝福语，好不好？好。新年快乐 ，Bobby Brown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祝你们新年快乐，牛年快乐，牛气冲天，每天都快乐。然后呢，希望你们今天在直播间里面买到的东西都能够很快的就拿到手，然后就美美的过年。是的，最重要就是快乐，对不对？2021年，好。那么我们今天的露丝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时间其实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对吗？因为露丝时间好难过呀。那么接下来的话呢，给大家快速的进入到露丝给大家带来今天最后一波福利。好，对，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会抽奖，抽五张露丝的签名照，好不好？对，露丝的亲笔签名照，好吗？然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下方来刷一下。对，在我们的评论下方来刷一下这个口令。哎，我够不到了，对，我老了，身子骨有点够不到。好，对，然后这一波的口令的话呢，我们就直接来刷天南地北露丝最美，好不好？然后抽五位粉丝送露丝的签名照。对，露丝现在表情特别可爱，我觉得可以来个特写。对，然后大家可以在评论下方刷一下评论，没有关注店铺的小伙伴一定记得点击一下关注，因为没有关注店铺不是粉丝的话是没有办法参与，好不好？来，露丝手中拿着这个别让我拿吧，这天南地北露丝最美，好不好？那么我们接下来截屏直接抽五位粉丝啊，同样开始进行倒数，来，露丝开始倒数吧，3、2、1 OK， 好，来了。我们接下来看这一波的话，我们直接会抽五位，好吗？好的。然后等一下，我把这边的口令发给到我们的后台小姐姐。抽五个了。抽五位啊！然后我们来，露丝可以来念一下名字。第一个，我超开心呀 ！Y。然后第二位。第二位，爱你是我的英雄梦。杠。杠啊，然后第三位粉丝，第三位粉丝哆啦 A 梦蓝胖子，好，然后以及第四位数字，那这一串数字要么我来念，会有点长。TB54139571，对，然后我们是现在四位了，还有最后一位，爱吃杨梅果冻的布朗尼，啊，恭喜以上五位粉丝，每人获得的是一份来自恭喜你精彩，对，签名照，对，精彩了。对，拥有了露丝的签名照就可以精彩了啊！好，然后我们可以来去截个图，同样截屏下来，三个工作日内联系我们店铺的客服，领取你所获得的奖品，好不好？好哟。OK， 那么我们这一波的抽奖结束啊，然后在我们露丝临走之前，觉得还要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带来什么吗？带来什么呀？我记得你今天有带礼物过来哦。我记得你今天有带礼物过来哦。啊，对，没错，没错。对，今天一来就非常兴奋的来说，我今天亲自带了一份礼物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对，就是、你直接公布答案了。我们本来哎不能公布，大家应该没看到吧？应该没有看到是吧？没看到，好，没关系。好，那这一波的话呢，我们是一份神秘的礼物来不打开了。神秘的礼物是什么？非常神秘的礼物。然后呢，这一份礼物的话呢，会来我们。可以来，露丝可以在上面签个名，好吧？就是我们的一份最后的一份幸运礼。好呢。这是什么呀、啊？我滑走了。你居然去看别人的直播间了？没有，滑走了。对，我的手机比较调皮。好，然后可以来去签个照。然后这一份神秘礼物的话呢，等一会儿会由我来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来去抽奖，好不好？然后会让露丝除了签名之外，还是在上面写了祝福语啊，然后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礼盒。
那这个礼盒里面究竟是什么呢？可能刚刚有的粉丝看到了啊，当然大部分可能没看到，那么我们就继续作为神秘礼物，好吧？稍后我给大家来抽。那么露丝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时间差不多到这里喽。哦，不舍得露丝离开，太难过了，我也舍不得离开。对，那希望后面继续来到鲍比服装，鲍比服装的直播间来做客，我一定还要到来，因为我太舍不得大家了。对，露丝今天来到直播间开心吗？开心，很开心，对不对？所以以后一定要经常来我们鲍比服装的直播间，好不好？非常感谢露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快乐时光，拜拜。好，拜拜。太舍不得大家了。对，再来一个返场，可以继续坐下来。就是反个场。对，好，小心。拜拜。好，拜拜，露丝。拜拜。然后 OK， 接下来到了我的个人 solo 的时间了。接下来剩我一个人了。